新劇《耀眼》熱播中的韓國演員南柱赫將會在香港舉行粉絲見面會，還會和粉絲一起補足生日添。這日抵港就吸引了大約20名粉絲接機啊。下午2點左右，戴住口罩和衛衣帽的南柱赫由多名保安和工作人員護送之下步出接機大堂。雖然 fans 就沒有興奮地大叫，但都忍不住拎手機一起衝上去包圍偶像，嚟個近距離的攝影，場面就有少少混亂了。南柱赫就沒有熱情地回應粉絲，但都有默默地收禮物和低調地揮手示意。最後在龜速移動之下，順利登上7人車離開。